58岁的资深女星崔佩仪出道多年，当年亮眼外形跟温婉的形象让她受到很多人喜爱。她跟韩籍的老公 Sam 结婚后相当幸福，并育有儿子贝克宇，常常在节目上分享家庭互动跟儿子的亲子问题相处等等，近年来在通告节目也相当活跃。不过现在传出他突然宣布将要离开台湾，引发外界热议。据 TVBS 报道，崔佩仪跟老公结婚后相当幸福，也跟儿子贝克宇常常上节目互动，是很多人都颇熟悉的演艺母子。他表示自己是个虎妈，照顾孩子、教育孩子毫不手软。贝克宇也相当争气，在2021年考上美国洛杉矶的音乐学院。当时崔佩仪跟老公开心极了，为了奖励孩子，马上大方地送上135万的首排敞篷车，可见对宝贝儿子有多骄傲。而多年过去，贝克宇在美国终于完成学业，如今也已经要毕业了。崔佩仪在脸书宣布已经准备要离开台湾，飞去美国参加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。因为是音乐学院，所以也会有孩子的音乐发表会。为人母看到儿子稍有成就，完成人生的一个阶段，开心的直呼一家人要团聚，好开心。对于崔佩仪终于要母子相聚，不少网友都替她感到开心骄傲。事实上，崔佩仪过去曾透露，贝克宇是家中独子，他非常黏孩子，对小孩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懈怠的地方。先前要送贝克宇出国时，崔佩仪还在机场崩溃，一路哭回家。如今终于要团聚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